大家好，欢迎来到 MAR TV。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部最新定档的古装剧《虚言》，将于9月23日在芒果 TV 迎来首播。剧情上有甜有虐，讲述了国师之女沈沁被皇上赐婚给了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镇南王萧寒生。沈沁因与宁王有私情，故不愿嫁给萧寒生，于是暗中设局，与专为名门千金作画的女画师十七做了一笔交易。十七答应与沈沁换脸，并替她嫁入将军府。原来十七曾被萧寒生救过，两人虽心生好感，但却奈于身份悬殊而无法更进一步。起初萧寒生因不愿被国师拉拢而对这桩婚事颇为厌烦，然而令萧寒生奇怪的是，每次看到沈沁的眼睛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十七。虽是完全不同的脸孔，但却总让萧寒生感到似曾相识，情难自禁。而不明真相的宁王以为沈沁已经别恋，爱上了萧寒生，而对沈沁起了杀意，幸得萧寒生暗中守护。而这一次也让萧寒生发觉，原来在自己身边的就是十七。虚言定档9月23日首播，记得订阅我们哟。